来猫，今天要请你跟我走一走，我老婆要吃你。啊，我不能吃，我不好吃。是大哥对不起你，但我老婆要吃猫耳朵，我也没办法。嗨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来给你做。食神归位，准备牛奶和温水冲开的红糖，分别加入两个面中，揉出面团醒发，面团擀成饼后合并，擀时卷起来冷冻，切成圆片下锅油炸。黄金猫耳朵，请尝尝吧。哦，太好吃了，香香脆脆，感觉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老婆，你要的猫耳朵来喽。大哥，你还没给钱呢。